上所有大小事務都關曬我哋事嘅。由入學開始至到去畢業，我哋都係一手包辦，太多濕濕碎碎、濕濕碎碎嘅嘢，負責幫手去解決困難嘅，籌備同埋策劃所有嘅活動，服務緊3500位嘅同學、200多位嘅同事、30000位嘅校友。搞 Christmas party 啊，新年咧就有啲醒獅啊，照顧大家個胃啦，茶水啊，清潔啦、保安啦、淋花啦，實驗室、課室、AV 系統同埋設備嘅維修，寫一啲 computer program， 醫治一啲運動創傷嘅病人啦，研究嘅工作、社會嘅服務啦，提供網上心理健康服務嘅平台啦，治療小組啦、講座啦，幫中文大學去請啲最好嘅人翻嚟。我哋嘅團魂唔緊要啦，大家互相幫助，團隊合作精神係好緊要嘅。大家以積極樂觀嘅態度去面對工作上嘅問題，互相尊重，一人走多步，互相補位。多謝大家同事嘅付出，亦都多謝同學對我哋嘅工作肯定同埋支持。希望同事保持積極嘅心態，繼續努力做好呢份工，開開心心咁工作。笑住行入和星翻工。學生事務組咧係醫學院同埋學生之間嘅一道橋梁啦，包攬埋咧收生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由學生面試到正式入學咧，我哋都係一手包辦。學生係唔單止係一個服務對象，係我哋嘅工作好夥伴。在醫學院各個大小的活動方面，我們的學生都義不容辭幫我們擔當一些工作，所以他們的貢獻我們是很感動的。跟學生相處都要很大的耐性，在三更半夜會有時收到他們的查詢，你就要及時跟他們解決，都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新的東西，好開心遇到咁好嘅同學嘅，有啲已經畢業咗一段時間啦，咁甚至佢哋結婚啊嗰啲都會請我飲。我本身都係嚟自聯合嘅畢業生啦，咁我都希望將我喺聯合入邊所獲得嘅一啲温暖啦，都帶翻去 office 啊。務實創新，聯合邁進。雖然好似好老土，但係包含我哋每一個聯合人咧嘅一種拼搏嘅精神。咁我哋樹木及樓宇管理組咧都有180多個同事，每一日咧我哋都要確保同事啦，或者大學嘅用戶啦、部門啊、學生啊、老師啊，所有或者入嚟嘅人咧，佢哋嘅安全同埋佢哋感受到大學嘅舒適。凡事都係要諗可行先，唔好話諗住未做咧就覺得唔得喎，做唔到喎。方法總比困難多嘅，咁我哋只要嘗試，其實係好多嘢我哋都可以解決。只要做得到嘅，我哋都會盡量做嘅。反而如果我哋做唔到，我就見到佢哋嘅失望嘅表情咧，我就覺得真係可唔可以下次再做好啲咧？其實係咪可以再學多啲嘢，諗多啲方法去幫到佢哋咧？咁互相合作，大家傾多啲。做嘢嘅方法咧，就唔好自己閉門造車啦。電力同埋保安咯，咁其他 IT 方面就攞咗啲 Microsoft 嗰啲證書，持續進修咯，不斷咁學習嚟裝備自己，符合教學嘅課程。要諗方法去解決問題，有時有啲方法就好死板嘅，於是我就會諗啲創新啲嘅方法，譬如直路兜個圈會去到嘅，我就會話喺上邊咁樣落，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噶啦。咩都嘢都可以諗一諗，我哋要跳出自己嘅框架，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喺籌備每一個活動嘅時候，都會諗點樣令到嗰個活動嗰一日發光發亮。我覺得正向工作間咧係一個地方咧，可以俾你發揮你自己所長，可以令到你分享啦，同埋表達自己意見。更重要嘅係可以令你享受翻工嘅苦與樂。我會包容同事，但係同事如果去做事方式係應該有進步嘅空間嘅時候，我其實都唔會避忌。
佢哋有困難嘅時候，我又可以幫到手去處理啲事務，而佢哋又會俾一個微笑啊，或者係一個 thank you email 俾我咧，咁我都會覺得呢啲係我工作嘅滿足感嘅。我哋希望我哋成個團隊咧就係一個傳承嘅精神啦。就如果有經驗嘅同事，就會帶一啲可能新入職嘅同事，就希望佢哋好快都認識到成個醫學院嘅運作啦。呢個 office 係我哋一個家嚟嘅。我哋嘅團隊一向咧都係奉行咧 dream big with a dream team 嘅。我哋相信每一個人只要行多一步，敢於一齊去發夢，就自然好多嘢都可以成功。Team TEAM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我哋個 team 咧，有時咧都會唱起一首歌，就係 Mirror 嘅一個成員 Anson Low 嘅《神隊友》啦。做你的戰友，豬一般的隊友。可能我就係嗰只豬嚟嘅喎，因為我唔識呢樣嘢啊嘛。不過咧，同事咧去幫補咗 cover 咗我咧，咁變咗咧，我哋每樣工作咧都可以順利咯。咁樣未來可能會更加希望推動運動點樣帶俾普羅市民嘅健康呢啲工作，亦都可以幫到香港市民以至整個社會嘅健康出一分力啦。無論香港或者各區域裏面啦，即係當大家諗起啊運動醫學嘅時候，亦都會諗起啊，即係中文大學原來做依樣嘢係做得好出色嘅。心對油膠啦，主要嘅目的咧係想推廣精神健康俾普羅大眾。正向嘅工作間就係代表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抱翻自己嘅內在啦，自己發揮到自己嘅長處啦。當然都好講求成個工作間可唔可以俾到凝聚到呢個嘅氣氛俾同事，不但只係豐富自己內在啦，可以貢獻翻個社會咯。翻工嘅意義就係希望盡我嘅能力，可以集結到唔同背景嘅同事嘅力量咧，一齊去克服一啲社會嘅心理健康嘅困境。希望用唔同嘅方式去將心理健康帶俾更加多嘅人。我哋 office 係以人為本啦，咁亦都係珍惜現職喺大學嘅同事啦，希望可以發揮到同事嘅潛能。今次獲得部門嘅提名，對我哋嚟講係個好大嘅鼓勵。希望咧，我哋可以繼續秉持呢個正向工作態度，同事之間互相支持，同各個部門繼續通力合作，能夠喺中大工作每一日都係好開心嘅。无论你身处哪一个岗位，你每一份的付出都一点一滴地推动正向工作文化，为大学带来耀眼的正能量。